现美好，筑梦时代。各位好，欢迎收看江苏卫视人文讲述节目《美好时代》，我是主持人赵丹君。首先欢迎我们的两位观察员、时事评论员吴学兰、资深媒体人杰文晶，欢迎两位。我们都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愚公不畏艰难，坚持不懈，最终呢是感动了天神，将家门口的那座大山给挪走了。现实生活当中，在贵州呢就有一位女愚公，她的家门口也有一座大山。那她克服艰难险阻，带着她的村民们砍山凿洞，一锤一镐，用了整整13年时间，硬是在大山肚子里刨出了一条通路。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今天的青年发现者房琪，来讲述有关于她的故事。有请房琪。大家好，我是房琪。在开场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216米的路，你们觉得需要走多久？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只要几分钟就够了。但是对于贵州黔南麻槐村的人来说，那里四面环山，与世隔绝，200多米的路，却要翻山越岭，走上3个多小时。数百年来，这两座大山，就好像是一把巨大的枷锁。没有路，人们只能被困在里面。外面的物资进不来，里面的农产品更出不去。麻槐媳妇邓迎香永远都不会忘记，1993年，她的第一个孩子突发疾病，然而翻山越岭，就医不及时，孩子就在她的背上，永远地停止了呼吸。那一刻，她告诉自己，他一定要开山凿路改变这一切。可是誓愿听起来容易，却哪有那么简单呢？没有经验，山要怎么挖？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安全谁来负责？身处贫困之县，钱又从哪里来？有太多太多的人告诉他，这不可能。还有人对他说，一个妇女想要去做男人做的事儿，怕是要等到猴年马月了。但是邓迎香扛着铁锤就上了山。他对自己说，哪怕是用嘴啃，我也要啃出一条路来。13年间，山里的铁锤声没有断过。20斤的大锤，最后只剩下8斤。村里的男女老少被他这股倔劲儿所动容，所以选择了加入。而越来越多的部门也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13年，这条216米长的隧道通了。当第一辆汽车缓缓驶入的时候，这条需要3个小时的山路，终于变成了几分钟。邓迎香更是一个敢吃螃蟹的人，路通了，心思也就活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选择带领全村的人们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村里人都说，她是一个会移山的女愚公，但是她心里明白，这个世界上其实并不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而是要依靠党，依靠人民，敢吃苦，敢拼搏，山才能移，海才能平，才能真正打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谢谢。非常感谢房琪的分享。那刚才大家在听她演讲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好奇，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邓迎香，有请。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黔南州罗店县邓迎香。欢迎，来，有请。我们从头说起哈。我也听说这个您所在的那个麻槐村不是您的娘家哈，是后来嫁过去的婆家所在地，是吧？哪一年嫁过去的？我是91年嫁过去的。我嫁过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没电没路，如果是你有60多岁，你就赶不了集了。孩子要10岁才能上到学，5、6岁走不动山路。60多岁赶不了集，是走不出去了是吗？是走不出去，那个全部周围都是
很高的恶劣的山把我们全部围住在那个地方，每一年都要摔死很多牛马，外面的东西也运不进去，里面的东西也运不出来，你山上这些果子全部烂在地里，只能眼睁睁看它烂在地里。我们住那个房子全部都是木头住了，没有砖混的房子全部都是木屋，每一年下大雪刮大风你还要去翻一次。当时我妈妈都很反对，说你在这个地方以后你会后悔的，这个地方以后你 有一个儿子都不好找媳妇。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了爱情，所以我就选择在那个地方。妈妈的话还是不幸严重的，您的大儿子小的时候就是因为这座山然后就没有了。那天晚上孩子生了一场病，就是高烧不退，我跟我的爱人就用那个我们洗脸那个脸帕放孩子的头部上降温，怎么都降不下来。我跟我的爱人就提起那个煤油灯，把孩子背在背上翻山越岭的去集上找医生，然后刚走到半山腰上翻了一坡还有一坡，我感觉孩子在我的背上就好像是呼吸有困难很大，小小的身子就渐渐冰凉在我们的手上。我跟我的爱人就在那个半山腰上，两只那个腿蹬那个泥土都蹬起一尺多深了。我回到家里面一个星期我饭也不吃，我就恨死这座大山了。我说如果是有路的话，这孩子怎么会在我的背上就夭折了。如果说从你们那个家里面出来到集市上或者走到那个大路上，假如我们就说那个山不在的话，穿过去的话要需要多长时间？没有这座山的话，我们从家里面走出来只走15分钟就可以到那个国道路上就有路了。孩子去世以后，邓银香和爱人离开了麻槐村这片伤心之地，开始外出务工。大山像囚笼一样困着邓银香，也刺痛着所有麻槐人。1999年国家实施农村电网建设，麻槐村因山高路险，电线杆和变压器没法运输，电网建设无奈搁浅。在村委会副主任李德龙的带领下，村里开会决定顺着村南面的溶洞凿一条出山的隧洞。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邓银香和丈夫第一时间赶回了麻槐村。孩子去世之后，你们肯定是想离开这个伤心地，很快就走了，但听说要开凿一条隧洞，你们又马上回来了。为什么会选择马上回来？像我们贵州这个山形很普遍，苦熬不如苦干，苦干不如实干，那我们不要去等靠药的思想，我们要先干起来。如果我不回来打这条路的话，我就对不起我第一个儿子，也对不起我们村里面这些老人和这些孩子。所以我就第一个我就说一定回去把这个路找。我们村有60多个村民就集资了1350块钱买蜡烛和煤油钢钎和铁锤，一点一点的凿，一个排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就慢慢的凿。干的时候就是传那些泥呀和石块，这些我们村民的大家的手双手全部都是那个血泡，汗水淌来的时候油烟揪在脸上，只看到两个眼睛圈圈转一转的，根本看不到对方谁是谁，只能听到声音。砸了有多少米？216米。210就两边对着砸是吧？两边对着砸有216米。因为你们这个砸就是也没有什么现代的技术勘测哈，说这个到底有多厚，我们应该是这个大概估算一下，就你砸的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我这个点和那边那个点是不是最近的一个距离。当时我们到中间的时候都是弯的，然后就放炮竹听声音，就说这个距离很远，后来我们又绕着这边打，现在这个隧道都是弯的。然后我们是99年凿到01年冬月
6月28的那天晚上，一锤打下去，然后有一个叫任红，有一个叫杨方才，就两个手拉手的叫起来，就说你是谁啊？我是杨方才，我叫任红，就大家都叫起来，然后旁边呢、就把工具全部扔到一边，就好像是抢到金银财宝一样，就说通啦通啦，终于打通了。那时候那个声音是很感动的，传遍了麻槐村。然后就这样慢慢的活，慢慢的打，打到04年，到04年，高有1.3米，宽有1.2米，只能容一个人过去。一个人过去，你还要弯腰低头，个子高的你还会碰头的。然后大家都打多年了，就打烦了，也挖累了。然后就停了下来。这是从99年到04年，砸了有将近5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是家家户户都参与的吗？每家每户都要投一个牢。你们家是谁去干的？从99年到04年是我的爱人，然后到04年以后，我爱人在那个外面务工，不幸的就是煤矿瓦斯爆炸又过世了。他走了之后，家里面也没有劳力了。我的那个女儿有8岁，儿子有5岁，然后我就又当爹又当妈的。然后走动就是我是从04年我就天天都在里面干了。丈夫不在了，你要一个人拖着两个孩子，还要去干这么辛苦的体力活，没有想过就是咱们不参与了，咱们就干脆离开这儿，不在这儿待着了。我丈夫不在那一年，也有很多人都去劝说我，邓英香，以前你是为了你的爱人，你在这个穷的地方，现在你爱人都不在了，你把你的两个小孩扔给你的爷爷奶奶，你可以去好的地方。我就说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是我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他死去父爱，再也不要死去母爱。所以你一直坚持在那儿，就即便是他不在了，即便这个这么辛苦，你还是觉得要进到那个洞里面去继续挖那个隧道。对，因为是刚开始我的爱人在隧道里面，我都有一个承诺哈，我们两个说如果是我们以后到外面找到资金了，一定要把隧道拓高拓宽。所以我就做什么我们都要是做一个带头人。你刚才也说了，说那个洞口打到这么大的时候，好多人基本上就觉得差不多了，不想再挖了。这么大的之后，是不是那个最开始那个想运那个电线杆的那个目的是可以实现的？打到那个1.3米的时候，电杆也可以抬进去了，然后就是人走路可以出行，只走15分钟就到公路上了。但是呢，就是大卡车进不进去。我们想盖房子哈，钢筋和水泥都运不进去，买水泥从县城到洞口是50块钱一吨，然后又从洞口把水泥下下来，又从村里面找马过来拖，一包水泥就是1块钱的，所以成本就多加1半，交通还是不便，所以我就还是想把这个隧道凿高凿宽。咱们经常讲要想富先修路，可是如果没有听他的亲口的讲述，我很难想象到216米的路要花这么多这么多的辛苦。其实现在呢说在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一些连片贫困地区，交通不便的的确确是导致这个地区贫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今年两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到了，就是2018年农村各项事业都要推进，尤其呢我们要新建或者改好农村的公路有20万公里。而且当时交通运输部部长也表态了，就是到2020年的时候呀，所有的建制村只要你有这个基础设施的条件，那么都要通客车。然后未来修路呢，就不仅是修到这一带，而是一定要进村要入户。我们经常说什么呢，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要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要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但是如果没有最基本的这个公路，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做到。你真的很了不起啊，英香。谢谢。邓英香和他的村民们是用5年的时间砸出了一条狭窄的一个小隧洞口。那么
生活是因为这个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那个想要那个幸福的生活，真的能从这个狭窄的隧洞当中走过来吗？我们再来看一段 VCR。2004年6月，邓银香的丈夫袁端林不幸遇难。2007年，邓银香与同样遭遇丧妻之痛的村委会副主任李德龙重新组建成一个家庭。2010年国庆节，李德龙与前妻的女儿李琴出嫁。由于隧道无法通车，接亲车队只能开到洞口停了下来。由于前一天刚下了雨，路上满是泥浆，洞里淌着齐膝深的水，200多米的隧洞，李琴好像走了一辈子。因为洞里狭窄路滑，新娘好几次险些摔跤，洁白的婚纱裙摆沾满了泥浆。从洞里出来，一对新人几乎成了泥人，本来风光体面的出嫁却充满了尴尬和遗憾。从此邓银香下定决心，一定要把隧道打高打宽，让汽车开进麻槐村。到了2010年，你重新有了这样的愿望，要重新开工，村上人支持吗？不支持，就是我现在我的这个爱人他都不支持，他就说你是疯了，你是说梦话了。我说不是疯了，一定要做。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家家户户的去跟他们做工作，我说这个隧洞一定要打高打宽，如果把这个隧洞打高打宽了，我们建房子成本至少减一半。然后大家都摇头，就说邓银香就凭你原始的方法要住到猴年马月都没有资金怎么办。我就一个人钻进洞里面，提起那个钢钎和大锤在里面做，做了3天，我的爱人就去里面看，然后他就说你做梦都想打这个隧道吗？我说对，我说打不通，用嘴巴啃都要啃穿这个隧道。然后他嘴上骂我，心里面确实很担心我，他就跟我在里面两个人又干了一个星期。他说两个人的力量还是不够，还是去开会动员大家一起干。然后我们到村里面去开会的时候，几十个人整整吵了5个小时，大家都不愿意干。有一些就说我的房子是用马驮水泥钢筋过来住的，现在我去住了，让后面没有建房子的人去享福了，他就不愿意干。然后我去说服了有几家人了，说服有几家人呢，我的女儿放寒假的时候，我就说你过来帮妈妈干活吧。女儿的手在洞里面一天坐下来，双手全部都开裂了，她就到家里面，妈妈，到底我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别人家都是大人在里面干活，那我只是一个孩子在里面干活。实际上我看到女儿的手，我心里面是很心痛的，就看到她手像那个80岁的老太婆的手一样了。但是我也不敢当到女儿说心痛女儿，看到我就把我的女儿叫过来帮我顶班干活，参与的人就有一点多了，人是去了，头功不头劳的，在里面做就怎么看到下班的时间，所以我看效果还是不好，我就分到户了，你家是几米，哪一家是几米，所以就从这个方法就把这些老百姓调动起来。老百姓都说光是你那个原始的方法要住到猴年马月，然后我就说我们到县里面找资金了。我的爱人在隧道里面放炮，耳朵被震聋了，他是初中的文化，我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然后我就跟他当耳朵，他就帮我当秘书，我们两个去县里面找资金了。你是觉得实际上这个还是需要政府的很多的支持哈？对，我们在那个民政局找到5万，在那个民政局找到3万，在环保局找到3万，水利局找到20吨水泥，财政局找到那个40吨水泥，然后又在那个县政府找到5000块钱，每一个单位前后我都记住13万4000块钱。然后我们有了资金，我觉得力量很大了。我能感觉到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你现在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那的确是一段
太过艰难的日子，就是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说这个洞一共是打了13年，大家是称赞你为当代的女愚公。以前知道这个愚公移山的故事吗？不知道，因为是我是一年级的学生，也没文化，我就说女儿为什么人家叫我是当代女愚公，她就说妈妈你那么笨呐、啊。愚公移山是以前有一个老人每一年都要去挖山，他说一天总比一天会少，只要去挖，现在你是女的就叫你是女愚公，是女儿说我才知道。你看他不知道，但是他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愚公做的事儿。我当时只能想到能够把这个山摆脱贫困，让我们的村民以后祖祖辈辈不要困在这个大山里面，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我就要努力努力再努力，然后实现这个目标。2011年8月16号，经过270天的艰苦奋战，一条长216米、高5米、宽4米的麻槐隧道终于建成了。这一天，隧道举行了通车仪式，这个古老的村落驶入了历史上第一辆汽车。这一天，孩子们高高兴兴背起书包，蹦蹦跳跳穿过隧道，奔向外面的世界。这一天，邓这是一条承载着麻槐人民脱贫致富梦想的隧道，麻槐村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更多的资源和项目纷纷落户麻槐村，为老百姓带来了发家致富的希望。而邓迎香也因为这条来之不易的隧道，被人们誉为当代的女愚公。2013年，邓迎香荣获全国38红旗手奖章标兵。2016年，邓迎香当选麻槐村党支部书记。2017年，邓迎香当选党的19大代表。我觉得打这个山洞，我只能是带动我们全村的村民是，为了生存打通一条致富路。但是还没有从脱贫攻坚走出来，现在是脱贫攻坚的工作是福字，钱是跟到穷人走，穷人就跟到能人走，能人就跟到共产党员走。我不断的就是还带我们村里面的村民和这些致富带头人出去学，能够到外面学到的东西走进到村里面。现在村里面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养黑毛猪的产业，有养鹌鹑的产业，有种那个食用菌的产业，还有种那个中药材那个百吉的产业。村民的人均收入和以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2011年的，人均收入只是800元，到2017年的年底，我们算个账，人均收入达到8216元，短短的6年就增长10倍。家家户户都有电视看，家家都有那个冰箱啊，还有自来水啊，都不用挑水了。现在我们在村里面这些路灯都像一个小街上一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自己都不敢想变化那么大。但是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起以前那时候没有路的时候，最开始打通只有那个小小洞口那些日子，我看到第一辆车子开进村的时候，看到村里面那么变化的时候，我就说大山把我们祖祖辈辈困在这里受苦受累，但我们这一代一定要把这个路修通，所以我对乡亲们有这个承诺，我就觉得我这个承诺实现了，我就大哭出来了那一天。所以我就说改变命运不是
坐在那个地方等靠药的思想，我们要先干起来，幸福就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就要先去做。如果不做的话，我们要等到何年何月，要靠自己的双手，要靠自己的双手先干起来。我觉得一碗水只给我一个人喝，一桶水就给我一家人喝，如果造出一口全村的井，就让全村人都能喝上，那我一辈子一定还要造出全村的井，就让我周边的几个村都能喝上这水，这就是我邓云香一辈子一定要走的路。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您所处的这个时代给你带来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时代我们的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然后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时代，我邓云香是一年级的学生，我就可能是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我要感谢党，感谢各级领导对我的关心和培养，上面我要祝对得起党对我的关心和培养，下面我要对得起我们老百姓对我的期盼，用绣花的功夫，用钉钉子的精神去做每一件事，没有什么需求就追不到的，只要有信心，什么都能追得到的。非常淳朴哈。节目上半截儿，我叫他迎香。那个时候呢，那条路给我印象很深，他修路那个精神给我印象很深。到后来呢，他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而且尤其我觉得你当这个党支书，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荣誉。因为他是一个什么人呢？我觉得他非常非常有趣，绝对是在我们脱贫攻坚过程当中我们最需要的那种农村的能人。我们原来经常说扶贫，现在我们更多的说脱贫，一字之变，变化在哪儿呢？原来是要我富，现在是我要富。我们要激发脱贫地区这农民的内生动力。就像您，我刚才为什么说你非常有趣呢？他是既会解开这种农民的思想扣子，又会找到致富路子的人。咱们都讲人心齐泰山移，人心齐了好办事，但是他是在人心不齐的时候能想出办法让大家一起去修路。党和政府一直说我们要更大的力气去帮助这些贫困地区，但是如果本地没有像邓书记这样的很好的脱贫致富道路上的带头人，很多问题还真的不好解决。所以希望有更多的贫困地区因为受你的精神感染，受你的经验去鼓舞，然后他们能快点来脱贫致富。谢谢你邓书记，辛苦了。刚才央姐自己也说了哈，自己以前文化程度不高，一年级，说句老实话，在任何一个时代背景，一年级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啊，做到村里的带头人，做到支部书记，这本身也是时代背景下赋予的他的一种力量。但首先是他向这个时代证明了他自己的力量。迎香姐用自己的经历，包括你带着村民们做事的成果，再一次证明了中央的那个判断，就是说在我们决胜全面小康的脱贫致富的这个道路上，人民是主体力量。我们不但靠的是人民的，刚才吴老师讲的我们脱贫的内生动力和内生力量，我们同时也要确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个脱贫致富当中的带头力量。以前的悲痛是你的起点，但那个悲痛做不了你今天事业的支点。我相信最后迎香做成这件事情的支点还是责任心、倔劲，还有一个什么呢？善良。我希望这样的迎香能够带着所有的乡亲们挖好你想挖的井，多多的挖你想挖的井。谢谢迎香。我觉得今天在迎香姐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精神，就是生命可能总会给人很多苦难和挑战，但是不管命运给了你什么，永远都不要忘记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勤劳的奋斗，才能得到美好的生活。我觉得这同时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生活在这样的美好时代下是一种幸运，也不要辜负这种幸运。都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迎香始终没有忘记要带着周围的人一起跑。我觉得这也是在鼓舞着我们永远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奋斗，才能得到美好的未来。谢谢您。我倒是特别感触的是，迎香说他压根儿不知道说这世上还有一个叫愚公的人，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愚公精神，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真的就是像我们所了解的那个愚公那样坚持不懈的一路
奋进的用13年的时间帮助他和他的村民们打通了那条路，也打通了一条通往幸福的路。我们说她是当代的女愚公，其实她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有悲痛，有失落，但是我觉得她身上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她的那份坚持坚韧。还有一个让我感触的就是她说靠什么呀，我觉得就是靠我的双手，什么东西都在我们自己手上，当我们能够让自己觉得我能靠着自己的双手去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强者。所以非常非常钦佩邓莹香，感谢她给我们带来如此真切的当代的愚公的故事，谢谢，非常感谢。也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感谢收看这一期的美好时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您，谢谢。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参与美好时代节目的话题互动，赢取精美奖品。欢迎登录新浪娱乐、网易娱乐、腾讯娱乐、凤凰娱乐、荔枝网、搜狐视频了解相关资讯。欢迎下载今日头条、新浪新闻、凤凰新闻、搜狐新闻、腾讯新闻、网易新闻、荔枝新闻参与留言互动。